我最近胖了吗？胖了。胖了很多吗？超多。有个小姐姐，走，我们过去。Hello， 你现在着急去见男朋友吗？没有男朋友。那你有喜欢的人吗？你们这个节目是干嘛的？隔空对唱，我们要找另外一个男生跟你唱。你想找认识的人还是我们帮？找认识的人吗？可以啊，你是有心里面有人选了吗？算是有吧。他跟你什么关系？朋友。我们这个节目是组 CP 的哟，你确定要让他来参加吗？可以跟他不说组 CP 吗？不然他不会来的。那你打个电话告诉他一下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。 你就是海涛是吗？啊，对的。你觉得你唱歌好听吗？其实我没有专业学过唱歌，但是我可以试试。天空好像下雨，我好想住你隔壁。唱得不错。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。跟他以往风格都很像。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，我会唱歌给你听。还挺清晰的，哪怕好多盆水往下淋。夏天快要过去，请你少买冰淇淋。天亮就别穿短裙，别再那么淘气。如果有时不那么开心，唯一将格罗米借给你，你其实明白我心意。为你唱这首歌，没有什么风格，它仅仅代表着我想给你快乐。为你解冻冰河，为你做一只扑火的飞蛾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。为你唱这首歌，没有什么风格，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。为你辗转反侧，为你放弃世界有何不可，夏末秋凉里带一点温热，有换季的颜色。去见他会开心吗？肯定会开心的。那一般是他约你还是你约他？他比较忙。你不忙吗？其实如果他约我，我尽量抽时间出来。你喜欢他多久了？啊，我没有跟你说过我喜欢他呀。那你不喜欢他吗？以前喜欢吧，现在不知道。我先带你去见他了。嗯，好。嗯，断了怎么办？我感觉好像老天都在预示着些什么。我可以坐你旁边休息吗？可以啊。你现在等他会紧张吗？Hello， 嗨，好久不见。你最近是不是经常加班啊？都驼背了。对。让你来上我的瑜伽课，你不来。太尴尬了，男生嘛。也有男生来上课的呀。好啊，下次我。你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吗？我叫 Vivi， 现在是一名瑜伽老师。我叫海涛。那你们两个认识多久了？大学到现在老朋友了。那你大学的时候什么样子的？你大学的时候什么样子啊？会更自卑一些，因为那个时候很胖。觉得他大学其实很受大家欢迎，在各方面能力都很强，社交能力也很强。有吗？那你大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？大学的时候可受欢迎了，有女生让我约她出来吃饭，我都是帮忙拒绝了。你怎么帮忙拒绝的？因为我觉得她很忙啊，天天在图书馆里面看书，不要打扰她学习才对呀。所以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今天才知道这些事情。你会不会怪我？不会啦，其实就算他们把我约出来，其实我跟他们也没有什么想法。你有想过为什么有那么多女生喜欢你吗？他们应该是崇拜我吧，并不是喜欢我吧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应该需要很久很久的沉淀，喜欢的话就会负责到底。我只想认真的去做一件事，把一件事做好。开始的也会很谨慎。会，所以我都没有谈恋爱。你觉得十分满分的话，你要给 Vivi 打几分？我觉得十分。直接给满分啊。我觉得她其实很优秀。那你觉得她瘦下来之后有变得更好看吗？两个阶段吧，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好看。那你觉得她瘦下来之后，你对她的感觉有变化吗？其实是有的，我觉得会顾虑多一点吧。为什么顾虑多一点？因为毕竟她瘦下来了，喜欢她的人就更多了。那你觉得你跟她之间的感情有超越友情吗？超越友情应该是超越的。为什么没有往其他方向发展呢？因为我不知道她喜不喜欢我。你会想要跟她在一起吗？我会。那你为什么不主动问问她呢？因为我在等待一个时机。
你觉得十分满分的话，你要给海涛打几分？10分，11分，11分。所以你真的是单纯为了他才去减肥的吗？对啊，想要让自己变得更优秀。然后之前有在他手机上看到过他给我的备注，肉肉，就觉得男生应该都会比较喜欢那种清瘦一些的女孩吧。有可能他是觉得你可爱才给你备注肉肉的呀。但我那个时候可能也会没有自信吧。那你真的瘦下来之后，你感觉他对你的态度有改变吗？变冷淡了，好像还。变冷淡了？对啊。就没有往你想象的方向走。那你们认识这么久了，你中间有想过想放弃吗？肯定有的，就是时间太长了，你都会觉得不确定对方对你是什么感觉。但是感情这种事，就不是说自己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。我要宣布，因为你们两个给双方打分都在7分以上。真的吗？所以呢，有一个终极挑战。终极挑战，公主抱30秒。30秒。你有抱过别的女生吗？没有。你抱得起我吗？你现在那么瘦，肯定可以了。我抱。可以放这里，对不对？为你唱这首歌，没有什么风格，它仅仅代表着我想给你快乐，为你解冻冰河，为你做一只扑火的飞蛾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。3、2、1，可以放了。感觉怎么样？青蛙。还好。还好是几成？80%吧。还有20%青到哪去了？我们今天又公主抱又唱歌，我们是要干嘛？我要跟你告白呀。你跟我告白？我喜欢你，喜欢你5年了。真的假的？那我为什么要一直黏着你？为什么要一直要跟你做朋友呢？就是你5年来就是为了抄我作业。那只是借口好吗？那现在的话我要跟你告白，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那为什么一直没有听你说过？因为我没谈过恋爱，我不知道这种是不是恋爱的感觉。那现在呢？至少在刚刚抱你的时候，我是想一直抱着你。为你唱这首歌，没有什么风格，它仅仅代表着我想给你快乐，为你解冻冰河，为你做一只扑火的飞蛾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。你觉得要感谢我们节目吗？肯定要的，一定要的。